姐姐，你过来看，我发现一个超好玩的东西。哈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一看，在手机壳上刷一层白的，再刷一层黄色，最后刷一层透明的。就能感知手了，很神奇，很神奇。怎么样，这是不是比你以往做的手机壳都高科技？好像是耶，会变色的手机壳我好像没做过吧。那肯定没做过啦，你平时和小熊做的那些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不新奇，没特点，不平平凡凡，毫无技术哦。你这个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吗？一定是真的，如果做不出来，我的头皮敢保证做。你这句话你可以记住啦，所有人都记住了哈。好，放工具来。首先要用到温感指甲油，我全都买来了。来，我自己动手做一个。你必须按它的顺序来，不要到时候做不出来，然后怪我。知道啦，它不就是先刷一层白色吗？那我也学一下好了。不行，我要自己做一个，我信不过你。那是我的头哎，那是到时候就。哎呀，我感觉这种视频一般都是骗你，你就等着准备你的头给我当板凳呗。做出来，那我做出来怎么办？我要把你的头就是从小头做成大头。哦，我大头就是被他做出来的。是我睡觉不注意，他做我的头，做头才这么大。我不仅做你，我还抱着小熊做你。大家听一听，他们说的是人话吗？可以看得出他们平时两姐妹怎么对我了，欺负我，天天就知道怼我，太生气了。哼，天天就知道想方设法欺负我，总有一天我要你们好看。哦，还想让我们变好看是吧？谢谢你。白色的已经干透了，现在我来刷一层 bling bling 的粉色，这个好像可以变成紫色还是蓝色。我选一个闪闪的蓝色。哇，好清新啊。就很认真的在创作，我感觉这个颜色挺好看。不是说你做的好看，是因为我选的这些好看，好不好？那你刚刚选的那个什么红色的我丑。那我不是把这个漂亮的先留给你了吗？我这人一向都是这么为别人牺牲的啦。明明就是自己没挑到好看的颜色，以为这个更好看。滚！闭嘴吧你！搞定，现在就是等它晾干就能揭晓谜底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来投个票，觉得它能变色的打个一，不能变色的扣个二。请大家往我这边站队，你不要把那个气。喷过来很臭，我觉得这个你看这么卡爆，一看就是不会成功。哼，有多年的手工经验。现在等一下成功了，我啪啪打脸打得很响。你要成功了，我的头给你做啊。好，你说的哦。不给我追着你跑。哟，那个光又打到我头上来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上帝也撞到我这边。上帝要把你晒黑，独宠你一人。晒个鬼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变颜色，把手放上来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那个鬼，我的手变色了。在地上，不行，一定是我们的手的温度不够，搞成热水把它扔下去。变白了。哦，真的，变色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看到了，但是也没用啊。哦，好，那个视频里都不是这样变色的。我不管，反正有变色就是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握在手上，它又没有变颜色，你偷拿来。我不管，它就是变了。你是钢筋吧你？那就让大家来评评理啊！好，大家说到底是谁的头应该被拿来做呢？肯定是你，肯定是你，那个都